安徽小伙在越南，兄弟们，看一下越南是怎么卖香蕉的。老婆，这瓜子也弄弄的好看。这个太脏了。这个很好吃呢，那行点。这个香蕉子好吃吗？哪个的？还没有这种，这种好吃吧？你这样的好吃吧？哎呀，一点点。买一个就行了，别买那么多，吃不完。来，就哪个？那买那个吧。老公，你忘记香蕉吗？多少钱这一个？一万七。对。5块钱，还不是很贵啊？怎么不喜欢吃香蕉？就不喜欢吃苹果？关注我，兄弟们，带你们了解越南。干啥？小鸡来啦！哎呀，猴子，你昨、哎，你哥哥还没有吃饭，这是哥哥的晚餐，拿过来，快点给我。小鸡吃吃饱。啊。小鸡吃饱。我们生猴子生猪仔，肥肥胖胖啊。你生猴子生猪仔关我啥事？这哥的晚餐给我，快点，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老婆，趁我吃了怎么办？你管不管？别管了。我的天哪！很好吃哦。那是。嗯。天哪，兄弟们，虎虎多食了。安徽小伙在越南，这是我小舅子，啊，这是我越南媳妇。媳妇，给你果冻。给我果冻。这越南的果冻蛮奇葩的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老样。这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你吃一口，姐夫看一下。你看着吗？嗯。哎。哇。这还有小果冻啊，是不是？这用鸡蛋黄做的是吧，老婆？嗯。哦。嗯。好吃吗？你尝一下好不好吃？这可大补了，小舅子。哎呀。吃，天哪，小舅子别饿瘦了，饿瘦可不好了。叫马太哟。哎呀，咦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是不是 ？OK， 够的。呀，咦，这可要可劲造。今天跟我媳妇出来吃越南的河粉，好久没有吃了，还蛮怪想的。吃河粉之前，她先上盘绿豆芽，然后上盘柠檬，然后这辣椒，还有一盘草。这是薄荷叶子吧？对。是不是老婆？这是。这上面带刺的，这不知道啥玩意儿，反正三种草，啊？不吃的，你这些瘦的。哦。不吃的，嗯。行，对，好，可以。不吃的。这份是多少人民币啊？这份很便宜的，不吃的。可以可以，好的。要不要10块钱？多少钱这一份？他们想知道。10块。10块人民币啊？哦，行，可以。嗯，观众，我带你了解越南。我老婆可疼我了，兄弟们。好吃。嗯。安徽小伙在越南，看一下，这是吃夜宵呢。我，哎呦，那么辣！我老婆炒的太狠了，辣不辣，猴子？辣。是为生猴子的选手。你看，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鸡蛋汤。好吃吗？哇塞，这越南的鸭血粉丝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今年18岁，我可以生猴子，我可以生猪仔，我可以生龙仔。别笑，配合一点，别笑了。兄弟们，你们看，我让我越南妹妹给我做青椒土豆丝，你炸土豆条了是不是？都焦了。大家喜欢我吗？娶我，给我做老婆，半杯酒。给我做老婆？你给人家做老婆半辈子，嗯、怎么了？做一半要跑是不是？不会跑。会跑吗？啊、那是一辈子，不是半辈子。半杯酒。一辈子。半杯酒。行，那半辈子要跑，兄弟们，我这样了。